来了，索尼的阎王来了。陈芳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，让你平白多活这么长时间，已经算是对得住你了。大不了同归于尽，你什么档次，也配跟我同归于尽？逃？看你能逃到哪儿去！求你放过我！当初你要害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要放过我？千里杀仇人，哪用十州星？